都会再把它放进去。但是猪笼真的是已经挡不住了，真的是没办法。美国来个这班镜头，第一时间现场就有指示说，我们不是市场啊，是产地市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第一的把关，绝对不能放松。所以我们在整个毛猪调配煮运送过程当中，我们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。啊，面对这个猪笼哈，希望把它的主体出现了哈。那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啊同仁啊，面对压力太大，因为他们急着要出清，所以会给同仁很多压力，希望他们赶快出清他的猪只。那现在呢哈，已经排到叫十月中旬了哈。那因为整个市场上的需求哈，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调节了哈，要不然呢，每天的出清的猪只如果这么多的话，那价格当然没有办法很稳定。前几天的猴子来讲的话，其实市场没有，但陆委会方面跟中央方面是希望说我们再把猴子放下，但是猪笼真的是已经挡不住了，真的是没办法。所以他们是现在是养到一定的重量，他们就想出来。他们其实他们猪猪的重量够用，不是说不够重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100，就他们平均重在115方面，其实他们就出来了。